能够认为像林忆莲，我觉得是我的荣幸。她唱歌的表达方式跟她的功力当然是非常非常深厚，所以我觉得我还要跟她学习的有很多。你不要推我出镜哦，喂！我是文青，下面请，然后下面就请投我一票那个。对对。天使的笑容，可以讲话。准备耶！